你有谂住 Citibank 开个离岸户口啊？100万美金，100万美金，100万美金。首先呢个门槛都非常大啦。Citibank 為例啦，佢嗰個開户嘅要求咧，就客人要係 Citigo 嘅帳户，即係佢個銀行户口入邊咧，必須要有超過150万嘅港幣，有超過150万嘅港幣，係需要存最少25万美金喺裡面啦。咁其實20万就夠噶啦，不過25万嘅話咧，就會有獎金咁解啦。係需要存最少25万美金喺裡面啦。咁其實20万就夠噶啦，不過25万嘅話咧，就會有獎金咁解啦。